心术，为什么呢？很在意别人想什么。可以操控风的力量。操控风的力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感觉风就可以很厉害，这样就它也是无形的，这样子就可以很容易攻击敌人，这样。暂停时间吧。暂停时间，为什么呢？不怕迟到。哦，不怕意外的发生，也可以让这件事情就是暂停。王者的力量，可以让人家听命于他。这是一个不错的能力耶。让时间停止吧。为什么会想得到这个超能力？因为可以做很多可以做的事，而且不会后悔。会飞吧？会飞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天空很美。那需要自己变成猫。可以变猫的超能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很爱猫。就想跟猫沟通这样。OK， 好。我可以不存在吗？就这样子。是隐形哦。不要，我不想活。什么？不想活啊。不想为什么？不要，只要当人类就可以了啦。就是把存在感降到最低是吧？啊，可以这样讲。瞬间移动啊。瞬间移动。对，又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。就很方便，可以。对。然后迟到的时候也没有关系，到了那个前一几分钟，我才。接过去就可以了。不错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能力。变什么都可以。就是变魔术。变东西出来哦。我想要什么东西可以变出来？创造的能力哦。对，创造能力。就为什么会想得到这样的能力？因为要想要什么东西可以得到啊。聪明，这样好像很贪心的感觉哦。比如 cosplay 中。OK。水啊。什么？水啊。就是召唤水了。可以得到更多超能力的超能力，哇，很贪心哎！不会啦，就是抢夺人家的超能力就对了。不错，这个争夺能力哦。控制时间吧。就是控制时间的超能力，为什么？因为控制时间，你就可以瞬间移动啊，还可以在别人停车的时候，你可以做其他事情，想要飞行啊。飞行啊！希望能把垃圾变不见的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创造一个更干净的世界，因为我有点的洁癖。OK，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，我来问大家最后一道问题，就是你们如果这是一个超能力的世界，你们希望有什么超能力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还有，请记得订阅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